汪小菲因为被前妻大 S 告上法院，追讨离婚协议的500万元生活费，连续多天在微博发文炮轰大 S 及他的家人，引发各界关注。面对前夫汪小菲的批评，大 S 发出两篇声明稿，强调从认识汪小菲的第一秒至今，从来没有伤害过他的身心，希望两人好聚好散，强调不会对汪小菲口出恶言，透露自己和汪小菲的婚姻没经营好，因此自己主动退出，毫无怨念。大 S 的两篇声明都坚持不向对方口出恶言的原则，被大赞是教科书等级。林志群律师也在脸书写下分手不出恶言，大 S 真的做得不错，不少网友也直呼大 S 的 EQ 真的很好啊。